最新消息，花莲自强外役监逃犯康玉豪上个月在桃园砍人之后逃逸。根据了解，康玉豪是天道盟太阳会成员之一，上个月在桃园进行线上博弈下注的时候，跟在地的黑道势力发生冲突。康玉豪等人涉嫌持刀砍杀一人并且逃逸。桃园龙潭警方目前已经组成了专案小组，全力追缉康玉豪。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